就是请孙柏文先生。主席，每一次暴风球打风呢，啲记者就最喜欢去呢个机场访问啲滞留在港嘅旅客。咁有一次呢，我睇个电视嘅时候呢，就听到一个旅客咁讲嘅。我告诉你们香港人啊，没有中央政府的照顾，你们滑了，水也没得喝。咁我一听到之后好难受，我相信大家在座都系难受。不过你哋可能有啲港女 DNA， 嗰感觉唔好 feel。而我个难受嘅原因呢有少少唔同。因为当我听到呢句说话嘅时候，我就喺度諗啦，我哋香港人几时变成国家嘅负累嘅。咁好啦，有啲人就话不如咁，我哋水嗰度呢就咸水化淡，咁就搞掂啦。咁点知咸水化淡除咗呢个资本性投资之外，最大嘅成本就係能源。咁如果你有用 osmosis 嘅科技嘅话，咁即係用电啦。咁电而家个资讯就话不如咁，我哋可能有机会又係向国内买喎。咁好啦，咁而家好似冇咗呢个 plan 啦，话喺香港发电啦，而家係咪？咁点知道因为要解决呢一个空气污染问题，咁我哋要用天然气发电。咁啲天然气边度嚟呀？咁到时只不过会係又係打风，不过旅客就会话天然气也没得 sell 啦，你们香港人。所以呢，我哋狮子山学会呢就係坚决反对我哋香港人再系国家嘅负累。天然气唔好咩 10% 外国采购啦，应该呢做到可以系100%外国采购，起码有呢个能力先。條博去大陸嘅管道已經起好咗㗎喇，天然氣管道我知道。不過如果我哋有個天然氣入面係液體天然氣氣站擺咗喺香港嘅話，咁我哋同國家石油公司講數嘅時候都有啲壓力啊，係咪？咁仲有喎，即係如果你係話驚呢一個能源價格國際上會有波幅，我只係咁講啫。即係日本人呢就100%依賴外國嘅天然氣，佢哋亦都係天價咁買，都是十几蚊美金一个单位嘅啫。我哋香港已经是20几蚊美金一个单位。而家面对国家自己本身都是要输入天然气嘅时候，我哋唔可以再系国家嘅负累。咁当然啦，即系呢性资本性投资嘅时候，我而家知道另一个好大嘅战场就系个合理回报嗰个水位。咁啊，我哋世界上呢就享受咗呢个低息同低通胀大约20-30年。咁我唔知道会唔会持续。不过博弈就係咁嘅。如果个合理回报定得太低，个后果会系冇电。而如果定得太高，就会俾高嘅电费。咁各位香港市民要问自己，究竟你系咪真系可以相信好似即系揸个飞机或者甚至太空船個 landing 做得咁靚，還是俾少少呢一個嘅即係 margin of safety 安全空間？因為我真係驚一旦有一日，可能係20年、30年，唐英年司長話齋，大家在座所有人都拍拍屁股走咗啦，香港嗰日冇電，咁到時會點呢？到時真係要向國家問買電啦。咁俾嘅價錢我唔知幾多錢。就算俾到天价都好，20-30年之后继续打风，可能喺第三条跑道要起飞嘅飞机飞唔到嘅时候，又会有游客指住我哋鼻哥话：没有中央政府的照顾，你们还了。多谢。